现在有些人会说神的感动，而且一部分的事情真的成就了。如何看待这样感动是有的哈，圣灵、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催促、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是有的，我们反对的是圣灵有赐下新的启示，圣经没有跟我们提及的新的知识啊。我看到了异象，听见了声音，是圣经从来没有教到过我们的是。 启示的终止论，哈，我们也不是说恩赐的终止论。虽然有人误解改革宗是恩赐的终止论、神迹的终止论，不是的，我们是讲启示性的恩赐。好像后面也有问题，哈，启示性的恩赐，预言那种上帝托付给他第一手的这个关于神的知识，这样的使徒和先知已经结束了，因为那是在历史当中上帝一次交付圣徒真道的那个特别拣选的器皿。 让他们承担着记录留下神真道的这样的器皿。我们今天可能仍然有的时候会做梦，上帝对那些特别软弱的人或者特别状况的人，用一些非常的方法，可能个别的去引导他，提醒他。有这样的人哈，但是不意味着我们每一天要指着这个做梦来指引我这个向东走向西走，找什么对象，投什么资，呃，不不必要哈，非得听什么声音告诉我。 上帝引导我们最主要的两个老师，外在的老师是圣经，内在的老师是圣灵。内在的教师圣灵和外在的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客观不变的真理，圣灵在我们里面，和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情感和意志，在人格性的里面去劝慰我们、感动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进入真理，并且顺从真理。 所以这两个是上帝今天做的方法，而且他更喜悦是让我们明白真理。就像旧约里面，他不是总是用神迹引导人哈，他用律法，神迹也好，所有的作为也好，梦也好，一定要终极根据律法来判断。上帝吩咐，如果有人做了梦，如果有人得了异象，如果违背教导你们什么重新回埃及吧，或者拜偶像吧，离弃耶和华吧。 与律法的命令冲突的，你们一定要打死他，因为这是上帝要试验你们的假先知哈、啊。所以，无论你获得什么样的经验、宗教体验，但是最终上帝引导我们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的。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啊，旧约里面也是。 上帝教导我们是用律法，成文的律法作为判明真假、先知各种异预言、各种神迹真假的这个唯一的标准。哈，上帝喜喜悦律法为大为尊，所以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人都是留意听耶和华话的人。这个话是指上帝透过先知都讲的话，是律法的教导有感动，但是圣灵的感动一定要以圣经的。 不变的话语作为规范，你如如何分辨它是来自圣灵的感动，还是我自己的冲动，或者是魔鬼对我的诱惑、我私欲的冲动呢？看看这种感动和神的话一不一致哈。